露露，露露啊，露露在干嘛？他在跟我一起看电视。可是他闭眼睛哎。露露啊，看电视看到睡着，跟老人一样。他可能不太喜欢我这一台。我只要叫露露，露露的尾巴就会动。露露，露露，他狂动啊！露露。露露看起来好凶啊，你摸摸他，他自己靠过去了。对啊，他的肚子也有点赘肉，快要变跟我一样。为什么露露的肚子会少一块？因为露露开刀啊，开刀毛剃光。你也看到睡着了？嗯，啥？晚餐。他弟睡死了。怎么了？又坏掉了？整个身体不对劲，一直磨磨磨。阿妈根本没兴趣。露露整个茫然。